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A、B、C、D 是四个正数了，它的乘积等于一，那么他问说哈，这个哈它的最小值等于多少？它是怎么做哈？这个我们就用算积不等式来做，哦，总共有十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项哈，就十分多少呢？A 平方加 B 平方了，加 C 平方加 D 平方加 AB 加上呢 BC 加上 CD 加上多少呢 AC 加上多少 AD 加上 BD 这个大等于多少呢大概等于根号哦，根号再开十次方，啊，这些全部把它乘起来，那全部把它乘起来的话哈，这个的话每一个文字哈，它的那个个数哈，事实上是都一样的，因为它是全对称的，哦，这个算两个 A， 它是算两个 B 啊，好，那现在总共几个文字呢？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，总共有呢二十个文字。那二十个文字呢，通通把它乘起来，有 A 的，有 B 的，有 C 的，有 D 的，这样就已经四个了，所以应该是五次方了，五四二十，这样的话呢，总共有呢二十个文字，哦，就是 A B C D 的。五次方了，好，啊，什么时候等号成立呢？就是当哈，当这个每一项都相等的时候，等号成立了。哦 ，a 平方等于 b 平方等于 c 平方等于 d 平方等于 ab 等于 bc 等于多少呢 ？cd 等于 ac 等于 ad。等于 BD， 这个时候呢，等号成立的时候哈，就说什么时候等号成立？就是说这些每一项哈都相等的时候，等号成立了。啊，这个的话哈，这个你把它解开来的话，因为四个乘积等于一嘛，你会晓得说哈 ，A 会等于 B， 哦，你把它解开来会得到 A 等于 B， 等于 C 等于 D 啊。哦，你 a 等于 b 等于 c 等于 d 带进去的话，一定是满足的这个式子。那如果通通相等的话，那因为它乘积是等于一嘛，所以这个最后是等于一。也就是说哈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上是等于一啊。那也就是说哈，这个东西哈，它是大于等于一啊。所以就晓得哈，这个我叫原式好了。哦，所以这原式哈。原式呢是大于等于多少？十乘过去，原式大于等于十，所以这一题哈应该要选 D。